接下来有请一七级金江豪同学为我们带来《白蛇传》选段，大家掌声欢迎。 我从小就喜欢戏曲，是因为受到我奶奶的影响。然后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京剧，我比较喜欢我们那边的地方戏，因为我觉得京剧太慢了，就唱的太慢。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京胡那个声音。 浙江义乌的，然后我们那边地方戏是婺剧，还有粤剧。老师带着你唱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理解，但等到你自己唱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那种感觉。再加上老师说每天早上起来喊嗓，我也每天早上起来，但是我感觉自己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。 我奶奶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从小就带着我去看戏吧，因为我们那边每年过年的时候会有戏班子，然后到乡下来演出，然后老年人都非常喜欢这个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我奶奶带的嘛，我奶奶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，不就是肯定会很担心，然后就把我带出去看戏了。老人家不都喜欢看戏吗？四岁以前是，然后四岁的时候我奶奶去世了。出门吧，出门绍一下啊，哎。 哦，你这么一绍，你拿了我咋买块儿？我们家其实老一辈也没有专业搞这方面的，就是因为我奶奶他们的兴趣爱好吧，然后可以说是带我走进这个大门吧。除了上课和睡觉，平常时间都在看戏，我一般都在寝室里看。 然后我的室友早就已经受不了了。然后我小时候模仿能力也挺强的，每次在家我爸妈不在家的时候，就偷偷躲在小房间里，然后记一个。 记一个床单，然后就在开始演戏。我曾经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把一本，比方说《狸猫换太子》考扣，里面有五个角色，然后五个角色都唱，自己可以玩一个下午。小生是戏曲里面那个男性角色的一个统称。 文小生和武小生肯定是有区别的。我演的时候，我的理解是武小生的时候迈步子就要坚定有力一些，然后他走的那个，就是我们是八字嘛，然后就得跨步跨的大一点，然后。
后文小声的话都可以稍微就有书生气一些，然后就是稍微文弱一些。白蛇传是衬那个白蛇的，朱颜瞻是衬那两个老生，所以我在这里面算是一个配，两个戏里面算是一个配角吧。刚这个是吧，出点汗，我给你洗一下。你给你贴窗帘了。我说我要不要洗一下。压嗓结合，他念白的时候就特别不好念，喉腔共鸣、胸腔共鸣什么的都特别难理解。在宿舍里是每天都唱，然后在每周有两次去京剧团的时间，还可以和老师单约时间，就自己去练习。每次去的话都得坐半个小时的车吧。我们每天就是京剧团里面有组织那个跑圆场，就是穿着靴子走台步跑圆场。他们一般专业的是每天练跑那么两三百圈，我们跑个五六十圈就差不多，就平时都是这样练。第八个上场，然后在前面等了很长时间，这时候就感觉这头非常非常晕，然后就是这个气也喘不上来，但是一上台就稍微好一点，这种就是唱的时候就稍微会好一些，再加上我们这种刚才演大太保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挺重的，然后就是一开始就受不了，到后面来也熬过来就习惯了。被白娘子吓死以后，然后不是那个仙山稻草，然后把我救活了。然后许仙就是知道自己妻子是一个妖精，然后心里非常的郁闷，然后他就到外面去散心，然后主要是要演出那种内心非常的郁闷，然后但是他还是很爱自己的妻子。一个是武小生，偏武方面一点。我们这个朱颜寨只是其中一折节宝，然后后期大太保还要穿上那个大靠，然后后面有四个靠旗。这个还是一个
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。会怎么样？好多地方没有处理好。即将去休要怒满堂，某家眼来听断笑，战战哪有西山上，自古战战在游山，人来看那波你是山虎，一个好似魁魔狼，虎狼像阵阵头上，狼的手去虎的刀扬，人听起茶吃在院门上。